两体大厂 SAP 进军台湾27年，2023年宣布进驻高雄的阿湾，成立全球头一个 ESG 甲 AI 建创中心。市长陈其迈出席开幕典礼。SAP 高雄 ESG 暨 AI 研创中心正式开幕。高雄在催促产业净零转型 ，SAP 嘛催促全台湾头一个经过 SGS 认证的企业温室气体搬砖解决方案，结合 AI 技术强化企业营销绩效管理，甲国际绿色商机相接。各种这个 ESG 的这个数位解决方案，能够把包括公司的组织碳排或者是产品的这个碳足迹啊，借由原来的这个物流的物料的这个管理，到整个财务的这些管理，整体的串联，提供企业对于这个净零碳排解决方案最大的公司。这除了是一个 ESG 的控制中心以外，后面也是一个 AI 的引擎。南台湾半导体一时动态盛行，高雄这几年来积极招商国际软体大厂，有哪去应台积电进驻，鸿海交惠达做伙成立 AI 先进算力中心，超微的研发中心嘛伫咧阿湾，宣告高雄 AI 产业的发展，阿湾嘛加做台湾 AI 科技的重镇。BBC 新闻高雄市报道。